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呀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然后的话，今天这个来小熊狗这里啊，最主要就一个目的啊，因为今天没有带其他的毛孩子过来啊。然后我叔的话还在医院里面啊。然后昨天这个抽水之后啊，肚子里面就是腹水嘛，抽出来挺多的，说实话就是这样。然后今天又在输水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今天过来给小熊狗给它洗一下澡，因为有粉丝说小熊狗身上看起来有点脏脏的啊，然后我今天就过来啊，带它也不算洗澡啊，就是泡泡水对吧，凉快一点啊，因为这几天的话气温反正是也是挺高的啊，估计它从小到大啊还没有在水里面泡过啊，没有凉快过啊，所以今天啊特意啊带小熊狗啊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家里面的那个盆子啊，大家知道的，带小熊狗来这里来泡一泡啊，来过来，小熊狗过来，小熊。来，来，好，握手，好，握手，好，好，今天带你来泡泡澡啊，你看你身上有点脏啊，大家都说你身上有点脏啊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轻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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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一点啊！这个天太热了啊，带你对吧？专门把这个盆子拿过来啊，专门过来给你泡一下啊。好好好，不出去啊。这个狗可能是第一次啊，第一次这个样子的，好好的洗一下啊！不出来，不出来，不出来啊！最主要是它皮肤的这个左下角啊，左大腿那里啊，我现在摸着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感觉打结了啊一样，它这里就是这样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好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呦，没享受过啊，这家伙显得特别的害怕啊，显得特别的害怕那种感觉。小熊，没事啊，凉快凉快，对不对？耗一下，凉快凉快，好吧？凉快凉快，哎呦，属实是有点费劲儿啊，属实。哎呦，这个总有刁民想害朕的那种感觉啊。那先站立着，先站立着。感觉感受一下，慢慢的，好吧，慢慢的下去。哎呀呀呀呀，这脚啊，前脚一碰到水就特别激动啊，不过他搞一下好像会游泳一样啊。好，冷静啊，冷静。哎，对，你别给我赖一口啊，你给我赖一口，我去那儿说理去啊，他不敢啊，小熊。啊，不敢啊，不敢给我来一口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感觉凉快一点？有没有感觉凉快一点？小熊，凉快一点吧。这我三叔也没在家呀，就你一只狗在这里啊，也是说实话也是挺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狗守家呀，留守狗，对不对？这个家被你照看的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对吧？坏人进来，对不对？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。他自己慢慢他自己有个感觉，感觉这个水里面待着应该是挺舒服的啊，就是这样，没有那么抗拒了啊，刚开始特别的抗拒，因为他之前的话应该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好好的啊，没事。感觉怎么样啊？看起来还可以吧，这水里面这么凉快，对不对？最主要是天太热了啊，也不是说洗不洗吧，反正就是让它泡一泡，对不对？凉快凉快，感觉舒服舒服啊，就是这样。还好吧。哎，就他自己一个狗了。等一下泡完澡啊，等会儿吃饭啊，稍微弄点水上来啊。没事啊，小熊，没事。好给我，好好的啊。这狗也是能听懂人的话啊。
知道咋回事啊，时间久了他就知道了，不会害他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在家好好在家待着，空了时间我就会过来陪陪小云狗，带点吃的，带点喝的给他，对不对？哎，希望我三叔赶快好起来，赶快回家，是不是？这样你又有主人了，是不是？主人又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又可以给你吃这个馍夹菜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慢慢他也能够听懂了，这个狗还是很懂事的啊，就不往他的头上浇水了，往头上浇水怕吓到他，对不对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还好？没骗你吧？因为比较热啊，比较热的话挪到这里啊，挪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洗啊，就是这样，不在太阳底下了啊，太热了。你这样泡泡吧。小熊狗这个狗还是整体来说还是挺乖的啊，整体来说还是挺乖的。等一下给它泡好啊，泡好等一下准备给它吃饭啊。哎呦，小熊差不多了，你泡了挺长时间了啊。哎呦，要不要出来？哎呦，他自己坐那儿了啊！大家看啊，他自己坐到了那里啊。这个狗啊，很老实的啊，他估计在想啊，这阿飞咋搞的今天啊？哦，出来了，进去，吓吓他啊！进去，看他会不会进去？进去，给你开玩笑的，进去，回去。给你开个玩笑，小熊，没有熊你啊，没有熊你啊，就是纯粹的，就是想让你在水里多待一会儿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你想出来就出来吧，啊，想出来就出来吧。你看你那啥姿势啊，大家看看，啊，哎呀，这个狗就是感觉有点自卑了啊，有点自闭了啊，他不知道，他没经历过这些事情啊，感觉他可能觉得自己好像犯错了一样。没有犯错啊，没有犯错，你开玩笑了啊，刚才来出来吧，过来吧，准备吃饭了啊，你出来吧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这狗不出来了，大家看，出来吧，小熊，我绕一圈，远离点，神兽出笼啊。我操，我正在这个喂这个小熊狗吃饭啊，然后突然看到这里有一只猫啊，很厉害啊，吓我一大跳啊，过来看拿手机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去，这哪来的一只流浪猫啊，我的天哪，它好像要过去吃小熊狗的东西一样啊。我的天哪，这搞的猫稍微有点厉害啊，看着小熊。你是狗啊，记住，你不能怕它啊！这给你吃的饭啊，一定要坚守住啊！这怎么搞的啊？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啊！我到底要不要阻止啊？这要是直播就好了，可以看到大家给个意见啊！这我现在要是赶这个猫的话，大家会不会说我，对吧？这个不太好啊！这个猫是不是也饿了啊？我天哪，这怎么来了一只流浪猫？我去，他看到我在这边，看到我在这边给小熊狗吃饭，他这过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事儿搞的，这怎么办？怎么说呀我？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事儿搞的要怎么办啊？大家说，这是不是还得再准备一个碗啊？这怎么能喂得起呢？这个猫看起来年龄不大也不小啊，就是那样，看起来也不是老猫也不是小猫啊，就是这样，它这个
在吃这个小熊狗的这个对吧饭啊，这怎么搞？狗粮的话，这个只能维持小熊狗，也就对不对？维持它的对吧，也就很勉强了。现在这个又来一只猫，这算咋回事啊？大家说说，这咋整？它在吃小熊狗的饭。这个猫应该也是饿坏了啊，饿坏了肚子了。我去，看小熊狗在那里，很无辜啊，躺在那儿。小熊那是给你倒的饭，你去吃嘛。哎呦，他给你吃完了，你吃啥，小熊？啊？本身你都没有人照顾你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去那里好像一闪而过，那个角落啊，一闪而过，好像又看到了一只猫啊，好像。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。哦，在那里面啊，在那里面有一只猫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？在这个墙里面有一只小猫啊。应该是几个月大的，这个更小，那是一只小猫，这边有一只大猫。哦去，那猫一会儿堆住一墙，可堆了三分之一了啊，要猫堆着那一边啊，吃开呀、啊、就是这样，这事儿搞的。你不吃饭，你给我这儿看啥的，我给你弄的狗粮，你说活的一点正事都没，一点饭你都看不住。我过去看一下这个猫这个。来过来小熊。这猫有点厉害哦。那是狗粮，那不是猫粮好吧。那是狗粮，你少吃点，你再吃拉肚子了是不是。哎呦我天哪，这真是个难题。哎呀。这事整的。去吃饭去，小熊。吃饭去。